圣彼得大教堂的下面这边的，教堂的前面这边有这个雕塑。 这个钢门也是蛮距离的，这是圣彼得教堂，这里的洞。圣彼得Petri Dom，现在它10点开放，所以我们看得到里面。每一个时刻的拍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。现在我已经站在圣彼得Petri Dom。 这边的入口了，这门也是很古老，这个铜雕蛮不错的。地下室，这是卖票的地方。对，我们在爬阶梯，现在到达第一个窗子这里。 继续爬，但在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危险的地方，要继续跑。现在到这里已经可以看到钟了，这里是一个钟，那就是钟，出去可以望到广场上，被遮住了，钟在响了。 哦，钟是中间那边，那边那个钟，这边没有响。这是市政府。 现在换这边的钟在响，啊，对面的，哦，谢谢。 布萊梅的河旁边这条河远景，那个河傍晚很漂亮，黄昏的时候，钟塔的最上面这里是这个样子，这是后面的部分，以前没有拍过。 现在是被面向的阳光，也是这个市有很多很漂亮的房子。 拍的是这个教堂的院落。 右边、左边应该是有修道院，这一次是教堂，钟塔这里。刚刚楼梯的出口，很多人写在这边留念。哇，一颗星。Petri Dom，我们刚刚已经上了钟塔，现在下来了。 往里面走，这边右边的侧廊。Mitte。
这个广风琴这个梅花窗很漂亮，现在是在入口的下方上方这里。这个教堂里面现在光线不是很好，这是中间的诵经塔，都木质木雕的，看起来是蛮精致的。现在有一个旅行团进来，在那边解说，那边是进口的地方，广风琴刚刚拍的。那我已经上了这个主祭坛这个高楼的部分来了，它没有特别的椅子，就是活动牌的，就是主祭坛。主祭坛上方梅花窗。再望出去，主祭，广风琴上方的梅花窗很漂亮。广风琴是这样。漂亮，梅花窗下面就是广风琴。哦，下面这个就好了。这是侧边的，这是主祭坛望下去的，从主祭坛的右边，右边。也很精致的。岩石山，地板上有镶的这个八一八。是地下室，下去看一下。